修炼的滋味就像孤单，又酸又甜。还记得少年时的你，最想对初恋对象说些什么吗？在新民国小由国立小职员之称的304孩子们，这次化身为小小的披头四们，重新诠释这首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歌曲。藏不住的雀跃和闪亮着羞涩的心意，又将会透过小职员们的创意如何展现出来呢？现在就让我们擦亮眼睛，拭目以待他们的精彩演出吧！欢迎304班带来的《I Want You for Your Hand》。Gracias.